这个男人每天都往楼下扔掉一大袋垃圾，袋子里还时不时流出棕褐色不明液体。他只知道在家里大锅小锅的煮东西，遇见人也从不与对方打招呼。没人知道他在家里悄悄干了什么，但肯定的是这个人是个狠人。很快整个小区的人就因受不了垃圾堆难闻的味道搬离了小区，唯独一位父子却不嫌弃的搬到了这里，因为小区的房租非常便宜。殊不知他们刚来到这里就发生了诡异的事情，只见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在了楼顶上跟男孩打招呼。这件事情把男孩吓得不轻，直到上学时男孩才知道这是小区里唯一一家还留在这里住的怪邻居女儿。晚上小女孩找到男孩想邀请他出去玩，怎料女孩却带着男孩来到了一个名叫大光明照相馆的地方。这间照相馆实属有点诡异，明明是晚上的，依然还坐着很多人等着照相。奇怪的是，自从这次男孩出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半夜睡醒的阿伟发现儿子现在还没回家，立即想到了那个有点怪的邻居，于是敲开他家房门询问他女儿回家没有。诡异的是，敲开门后怪邻居却说自己没有女儿。这件事情让阿伟意识到了不对劲，一直等到天亮儿子还没回家。为了弄清怪邻居有没有撒谎，阿伟趁着对方出门溜进了他家查看，结果却发现了诡异的一幕。他发现怪邻居的妻子竟然是个死人。这个男人经常贴心的给妻子剪头发，但他的妻子却已经死了三年了。奇怪的是，妻子的皮肤却依旧保持着弹性，而且头发也在一天天的生长。这天男人刚走出家门，邻居阿伟就突然潜入了他的房间，因为阿伟怀疑自己的儿子被他藏了起来。只见阿伟走进去后，房间弥漫了刺鼻的中药味，伴随着味道越来越浓，阿伟竟然发现了一具女尸。就在他想要报警之时，阿明突然出现在他身后，一把将其敲晕。等到阿伟一觉醒来时，他发现阿明正在熬中药。阿伟对此感到十分疑惑，没想到阿明却说只要用中药每天给妻子泡澡，他就能复活。阿伟一听认为他肯定患有心理疾病，因为从他妻子脖子里的伤痕就能判定他妻子是被他掐死的。意识到不对劲的阿伟还想逃跑，可奈何他全身被绑，根本无法逃脱。殊不知阿明之所以绑他，就是为了让他的妻子复活，因为妻子生前说过只要用中药给他泡三年澡，他就能复活。而三年的时间只剩下了一天，也就是说只要他再绑阿伟一天，他的妻子就能顺利复活。眼看着就到了妻子复活的时间，他为妻子画上了精致的妆容，换上了好看的衣服，静静地等待着妻子睁开眼睛。可他等了很久都没能等到妻子苏醒，反而等到了一阵敲门声。原来是阿伟的同事来寻找阿伟来了。为了将对方支走，阿明故意编造了一个阿伟已经出去喝酒的事情。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阿伟其实滴酒不沾。很快警方就强行闯进来将阿明抓了出去。殊不知就在这时，他妻子的眼睛却突然眨了一下，很显然他妻子还真被他用中药复活了。这个女人明明已经死了三年，但身上的皮肤却依旧保持弹性，因为丈夫每天都为妻子用中药泡澡。眼看着妻子复活之日只剩一天，丈夫却被警方抓捕归案，因为他绑架了一名邻居。看着自己的妻子被警方抬上灵车，阿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直接冲出去就要看妻子最后一眼。可不料造化弄人，他刚追到马路上就被飞驰而来的汽车送去西北。就在这时，躺在棺材里的妻子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已经惨遭不幸，她也没有选择复活，而是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随后阿明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大光明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殊不知这个照相馆其实就是阴阳交界处给死人拍照的地方，或许在人世间的缘分已尽，他们只是回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家。这件事后阿伟始终也想不明白阿明妻子为什么死了三年皮肤还这么好。为了弄清什么情况，他来到了阿明家调查，直到从他家的电视机上发现他妻子的录像后才明白了一切。原来阿明在六年前就已经患病死了，妻子正是用中药将阿明救活的。可没多久妻子也同样患上了癌症，于是才让阿明掐死自己用同样的办法救活他。原来中药真的可以复活死人。阿伟意识到自己害死了两条人命，一辈子活在了痛苦之中。其实故事中出现的那个女孩是一个灵魂，她是阿明和妻子未出生就离世的宝宝。由于在那边一直很孤单，于是才带着阿伟的儿子来到了大光明照相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生命无常，请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